睡姿比较长。安之谦，哈哈哈，安之谦，여기서이렇게일단이불을이렇게덮어다덮어발끝까지이렇게하게아발끝까지야후회후회하고이렇게하고, 이렇게하고얘를옆에두고이렇게후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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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맨날맨날진짜很舒服매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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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这样어그리고가끔은이렇게일자로앉아고이렇게옆에睡起来是在床角斜斜的这样每个人睡起来位置都不一样这样好了然后我就闻到了啊我们冷静一点了吧怎么跟我的制服味道不太一样我们是有点酸酸的没有我的洗完是没有味道的它的是很香的真的对而且是那种茉莉花的味道哦没搞啊没搞各位是一个人的我有被很香哎两个颜色，耶！你们两个是同一个房间哦，同一张床 ，together 睡觉 ，together 睡觉，这是可以免费看的吗 ？Oh my god！ 天哪，一起，我知道，那我们来猜哪一个是谁？会不会啊？大小哥 ，pink， 不是，不是，我喜欢粉红色，他不喜欢，我喜欢黑色，不好意思。我喜欢粉红色。发车鱼，可以一个礼物，礼物，礼物，生日，生日，礼物。所以小安反而是睡这个，他们两个的睡衣完全是不一样的。啊，我们是可以上去看看，可以 touch 吗？可以，可以，可以 touch。我们最喜欢。아니여기약간여기되게중요시하는것같아我们好变态哦！变态，变态，变态。那你们平常怎么睡觉？抱娃娃啦，抱娃娃睡觉，이렇게，这样子，这样子，感情不是很好的时候，没有那是怎么睡？侧着腾蹲里面，腾蹲里面吧。好好，感情好的睡法，嗯，感情好的睡法是怎样？就是要这样子，安谷是怎样的？安之璇，来来来，感情好的睡法是这样。谁的睡姿比较长？安之谦，安之谦，여기서이렇게일단이불을이렇게덮어다덮어발끝까지이렇게하게아발끝이야후회후회하고이렇게하고얘를옆에두고이렇게후회후회후회这样맨날맨날진짜很舒服매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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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这样어그리고가끔은이렇게일자로앉아고이렇게옆에睡起来是在床角斜斜的每个睡起来位置都不一样哇而且他们少女心有的嘞有哦对不对有很多娃娃真的很多你们有最喜欢哪一个吗맞춰봐 guess 是这个吗我喜欢这个都可以不喜欢不喜欢这个呢我喜欢哎这个吵架的时候就会这样좋아하지만아니에요会去玩该不会是这个吧很小的一只吧这个吗这个吗这什么啊 why 对 why 이게한국에서부터가져온제차인형이에요跟你多久한2년정도이거는안고자는건아니고뭔가그냥이렇게머리맡에두고자는그런它这个是安心用的，这是我们护身符的概念。那我想要请问他们来这边有哭过吗？就是有没有觉得想家？真的，因为人生地不熟的。엄마아빠가이제자기전에오늘수고했었는데웃고아离家背景的，你们要羡慕他们，真的，给他们多一点爱哦，要给他们温暖。床铺看完了，我们可以来看这个吗？快，可以，快，可以。有没有藏什么人在里面？当哎，好像没有什么哎，不行不行，再给这些收好。没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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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个没关系？这个东西假的不会，不拉假，没关系，没关系，不行，经纪人不在乎，不行，我们在乎。对对对，哎，这是谁的？你们有分吗？我这不是要猜猜看，又要猜，他真的很喜欢猜哎。哎，여기서틀리면옷장에불기엔사라집니다好好猜，好好猜。그럼하나를지정해줄게누구건지맞춰보세요짜잔，是谁？
谁的、啊？那个尺寸好小哦。我觉得是他的。啊，我的。嗯，不行。不行。我失败，闯关失败。这个是小安的。小安的。啊。我喜欢，可是Nike，还喜欢Nike。要看制服的吧？这是制服吗？对啊。好香哦，刚刚我就闻到了。好，我们冷静一点。香了吧？怎么跟我的制服味道不太一样？我们是有点酸酸的。没有，我的洗完是没有味道的，它的是很香的。真的，对不对？是那种茉莉花的味道。香而且就为什么牌子洗衣精？洗衣精这么厉害？超厉害！韩国에서我最좋아하는섬유유연제를가지고왔어요한국에서香啊啊香韩国我喜欢，我也有在用哎，可是韩国都是真的比较香啊。哦，哎，你们放哪里？香哦，因为这个是洗衣精洗衣服的时候放的。一到洗衣精那时候就到了。嗯，我有在用这个，但是韩国的味道好香。没有，他乱说。我有用，我有。No, 错错错错 yes, yes. 对不对？对不对？为什么啊？啊！哈哈哈哈哈！这个也是有名字的实战球衣，真的。你是卖钱就卖很多了。我最近生活是有点拮据。对你最近是有怎么样？有什么困难吗？遇到一些困难。看一下，其实他们的衣橱超级干净的。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他们来这边才刚开始定居，对，才刚开始生活啦，衣服还没有很多。台钢衣服啊，台钢的衣服啊，这个是你的 ，Mingo 的，好的，你是90啊 ？Why？ 够，长得很像够，很像，够。그리고1등의향에 go go， 哎，很有意义。那我看一下小安的。小安是2号，为什么？강동님등번호가일단2번이고그리고드래프트를뽑았을때2번을뽑았고그리고한국에서는이제1번인데이제제2의고향느낌으로되었습니다와太会说了，真的，我也是1号。哎，这乙轩是1号啊，1号。哇，我原来如此，他们的背号都蛮有意义的。对啊。非常正，有点正确吧 ？OK， 我想起 ，Oh my god！ 哎呀，哇，谁的 ？Mingo 的，是安之轩，安之轩的，这是跳波浪民歌才会穿的，什么时候穿？什么时候会穿到啊？啊，他们哪里穿的？那这个是从韩国带来的吗？等一下，在他身上很好看耶，怎么会这样子啊？对啊，所以他옷是되게화려한거를좋아해요좋아해요哦，彩度比较高的，이거되게예쁘잖아啊哦，喜欢纱，他喜欢比较浮夸感的，这件好好看哦，女神风，这件很好看耶，我也要，求连结，이상하대，他说奇怪，女朋友说你很奇怪，奇怪 ，Bingo 说你很奇怪，이런거이런거원피스啊，他的洋装，哦，这是洋装。那你目前有什么场合穿得到吗？啊，在家穿。